でもじゃさんもね。どうしてもまださよならできなかった。あんまりにも突然い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から。ねえ、いれ。好嘅一号，一模一样。都写几年啦，有好多嘢唔记得啦。もう少し、もう少しだけって。もう一度会いたくて。好，咁亦都有请我哋嘅女主角，跟住有请嘅就系《星月童话》嘅导演李仁广先生。有请我们的导演李仁广先非常之靓，非常之性感啊！果然，咁咧咁多位嘉宾，呢套戏啦，系好，唔该晒，乔晨，咁啦，声大家加油啦！好，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有请美亚集团。我中意嗰对背影都，咁不过头都好好重。最辛苦是开头交易之后这个被人哋陷害有很多枪战那场戏，
點解呢？因為其實嗰陣時咧天氣係非常非常嘅熱，咁同埋咧嗰個工廠咧其實係一個廢置咗嘅工廠啊。咁啊裏邊咧其實我諗已經有好多啲病菌喺度啊，所以我拍完呢場戲嗰陣時咧，曾經啲腳咧係有個皮膚病。我自己其實有好多場面我都幾鍾意，如果你夾硬要問我最鍾意係邊個場面嘅話，我諗我鍾意我帶壽面貴子，即係戲裏面嘅 Hitomi 帶佢睇鴨仔嗰場戲，我覺得好溫馨。其實我覺得達也對呢、這個Hitomi 嗰、那個痴心啦，同埋臨即係撞車嘅時候，臨到佢差唔多要死嘅時候，望住Hitomi 嗰種感覺啦，我覺得就好睇啦。同埋家寶即係喺最尾臨完場嘅時候見翻 Hitomi 嘅時候，嗰、那個感覺亦都係好睇。我睇到咗，我嚟等你。你冇阿弟，做咩？那都好啊，拉链嘅工，我最高兴。即係類似有點點頭嗰啲咁樣，咁入咗身就唔同，入去就手身攞著幾把槍，試試緊，跟住講。大樓梯啊，講咗。志哥，我聽你點醉啊？痛咯，痛咯。所以咪覺得好似你講錯咗，唔想講咯。原來真係大樓梯啊！一上過嚟，收嚟收嚟，對上過嚟啦。拎衫啊！見曬面啦。他應該是在我即是譬如他是我他是攬住了一射完之後是他 overwhelm 到就這樣我攬住他他已經暈了看了好過我離開他才暈即是 overwhelm 了來暈的即是這麼 close 的距離這個人這麼像我的未婚夫Okay. 好過再離開了再落地即是雷怨雲那我只抱住了這裡就已經cut了嘛那已經接下了 OK 可以你先準備等等通知 OK 準備 action 出來彼がね、気を出すみたいな。
I give you this.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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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我等你好耐啦 ，Jason。唱生日歌。Happy birthday。你咩啊？咩啊？可以講哇，好難得。I'm very lucky today because Leslie Cheung is going to sing birthday song specially for me. So I'm very honored and full of appreciation. 佢有冇有冇？其實咧，今次我同 Leslie 拍咧，我就有個預算啦，我就希望拍到啲嘢咧係佢平常睇 Leslie 戲睇唔到嘅。咁咧角色上當然有啲安排啦，因為飾演兩個角色啦。但其實主要有一樣嘢咧，就係我創作劇本嗰陣時咧，我就預咗做一樣嘢，就係有關 Leslie 以前佢好多發生嗰啲事咧，我特登唔拍嘅。咁咧就好似家寶個卧底個家寶個差人啦。當佢有一場戲裝，佢準備出發之前啦，咁佢照住塊鏡啦，咁就幫自己裝啲無線麥啊，擺咗槍喺度啊，啲有啲武器喺度嗰陣時啦，咁佢突然間要準備出發，做咗卧底大面嗰陣時候，望住塊鏡啦，咁嗰場戲咧，我就同佢講話，其實咧你嘅以往咧，其實佢嗰、那個前度女朋友因為做卧底自殺咗，咁嗰場戲我就唔會拍嘅，不過我希望咧，你對塊鏡嗰陣時咧。你用你嘅表情講俾觀眾聽，你係發生咗好多事，咁變咗嗰陣事出嚟咧，就唔使好具體，你又要剪一個 flashback 落去，咁就變咗嚟得有意思啲，同埋冇咁具體，我覺得會適合少少。咁結果咧就即係成個家寶嘅角色基本上都係好多呢啲咁嘅設計嘅位嚟同佢溝通。咁因為我覺得 Leslie 係一個好好嘅演員嚟㗎啦，咁佢。我覺得既然我找到 Leslie 做個角色咧，我應該充分利用佢。咁所以好多地方咧就唔想好照一般咁樣拍，即係
應該有些地方給多些難度給他，讓他發揮得更好一點。那你就問我出來的效果呢，我就覺得非常之好，即是都想不到誰可以做到他這麼好。まあ、僕にとってもレスリーちゃんっていうのは俳優としてやっぱ憧れの俳優だったし、まあ、でもこの映画でレスリーをキャスティングしたのは、まあ、時和さん本人、時和さん自身ですね。で、まあ、実際仕事をしてみると、まあもうこれみんな同じようなこと多分言うと思うんだけど もうとにかく俳優として以上に、まあ、人間として、まあ、本当に素晴らしい人なんで、まあ、彼とはねこの後も本当に僕が手伝えることが本当に彼に対してあるんであれば、ぜひまた一緒に仕事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ますし、でやっぱり今まで何十本と映画をやってきましたけども、本当に彼は映画スターだと思いますね。やっぱり普段はなんていうのかな、存在感がないってわけじゃないけど、割と気さくな、その近寄りがたいタイプではない俳優さんなんだけども、映画に映ると圧倒的にやっぱり魅力があるっていうのは本当にやっぱり映画スターだな感じがします。分け隔てしない、誰にも優しいし誰にも気を使うし、まあ、ある意味誰にも厳しいし、やっぱりすごくそのプロフェッショナルだし、だから本当にやっぱり人望があるっていう感じかな。すごく、まあ、なんかこうやんちゃ坊主的なわがままを発揮するところもあるんだけど、でも愛すべき人ですよね。本当に素晴らしい。喺日本好少，喺日本好少，因為高十考啊嘛，因為佢上咗個學校，個女仔等緊佢接翻。我高十我搞。我食緊啲嘢，我就點解冇煙？跟住咧，我就跳個 long shot， 其實就係唔同位嘅，即係你已經坐定咗，你可以扭頭。喂，可唔可以睇下呢個？啲頭先試啲近曬鏡，車就戴嗰個。好好。有啲男人係咁嘅咩？好 ，OK，OK， 好。多謝。咁呢個眼鏡未人拍到，我唔使俾你住。係得。同 Leslie 講 stand by， 我哋收唔到唔緊要啊，我見我出個 Y 嘅，好巴士走咗之後 stand by， 好啊，喂，截車啊，叫佢走啊，翻翻翻 ，OK 啦 ，OK 喎 ，OK 噶，嗱，我唔好眼鏡啊，我哋而家我出去。好衰啊！等煙頭，唔打，我唔理頭。我見到有出過，我哋頭先開機仲得我哋講緊，都起身。我分日日都唔同，兩三點四點。幾好彩啊！係咪要住大陸？得嗎？係一定要等啊！打尾，乒乓，添，打，分一一，一時開反少少，冇人 action 啦，冇人 action， 哇，我唔開機啊嘛，你係嘛，冇人 action 噶啦。我哋開機等 action， 因為我車主要打。OK， 再講一講。我捉唔到個火車頭嘅啫。check 個機先啊，大哥 ，check 機先啊，嗰人。你好嗎？你好，我係 OK 啊 ，OK。
快啲走，我哋先收嘢先啦，佢哋仲有先，差佬會嚟噶。走，收收先。快，全部跟嘢，走佢先。嚟咗啦，已經嚟咗啦。我知喎，跟住嚟啦。人哋全部走咗。你要攞唔到啊？攞唔到就算安全啦，得唔得？得。你吹出話，周圍啲風景又正。Perfect。係啊，梗係啦。跟唔好五十镜头，转位，转位，轮到你。你信唔信有信？信じゃなくて神，信唔信有神？我宁愿做家宝啊，因为家宝个人本身好似多好多嘢喺入边啊，反而陈思仁系比较一个。好似風平浪靜嘅一個人，冇乜嘢高高低低咁樣，所以我鍾意我寧願要我做，我寧願做家暴。你過嚟，其實我係睇住我周圍身邊一啲日本朋友嘅諗法去諗住佢點樣做，所以我冇話真真正正去抄任何一個演員曾經做過嘅電影嘅角色，只不過係喺周圍生活嘅裏面去揾一個咁嘅人。其實就唔係揾替身，只不過係因為我自己有少少畏高嘅，所以嗰、那個、跳樓咁樣嗰、那個落嚟嗰個機動遊戲咧，我就冇玩到嘅。咁啊，因為我自己真係怕高咯嚇。こっそり乗りたいっておっしゃってたのです一時自己試咧，望翻阿自己咁咁落翻嗰個咧，好開心嗰啲妹妹啲小朋友。啊？咩意思啊？咩意思啊？咩咩？哦，咩嚟嘅？是不能的。係咪又咩名一樣叫 Les？ 係啊，即係拼音嚟嘅。Quicksilver， 真係幾靚啊！真係，我 video 下一次先，睇一睇下，先得，好快。麥朗，呢座幾靚啊！我哋都由呢度行，因為行過去搭地鐵啊。哇！咁你即係唔去食飯？聽晚先啦，好。知道咧，咁咧就大家都有好多啲問題要問我，咁啊，我知道大家有啲疑惑，食咗嘢未？皆さん、皆さん、今日は何を食べてるんでしょうか？
不過唔緊要，有你咁多嘅 fans 同埋朋友喺呢度咧，咁我啊同我少少都唔同意。咁我知道你有好多問題問我，咁就啦。而家開始，我盡量答覆你哋嘅問題啦。でもいいんです。こんなにね、僕を支持してくれるファンの皆さんに会えたら、お腹がちょっとぐらい空いてても、そんなことは全然関係ないです。我想跟日本演员合作的时候，我想在傾劇本啊，同埋喺大家開始演戲之前，進入呢個角色嘅之前咧，就要大家要了解清楚多啲，即係唔係同平時一啲香港嘅演員咁樣，好似好快脆就知道大家要乜嘢。反正不即係無論如何，因為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個語言有隔膜。咁但係其實一開始咗嘅時候，一拍咗嘅時候咧。日本嘅演員都係好專業嘅，咁所以咧亦都係好快脆，大家已經係好融洽啊！開始已經好快脆進入到個角色。最近有冇邊啲電影係你覺得係幾好、幾好睇嘅？近期嘅電影我都有睇過，我有留意過，但係近呢排我覺得中外嘅電影都冇乜邊一部真係認真係令到我感覺得。非常非常好睇，反而早一排嘅電影咧，我就我覺得呢一輪真係差唔多有成一年嘅時間，我覺得未有一部話真係我自己本身好喜歡、好滿意嘅電影。其實我是一個很健康的人，其實我的嗜好都是離不開那幾樣東西，就是做運動啊，做下氣功啊，這樣。我想這個也是我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很多人說覺得我為什麼好像成日都不老啊，即是可以 keep 到比較青春啊，這的原因。冇得帶，冇帶啊！
茶しませんか？我想旅行啦，同埋旅行都要揀一啲地方，即係譬如話要揾一啲可能冇咁多中國人啊或者亞洲人嘅地方，所以我先至可以令到我真係好完完全全咁樣去休息。我都希望是每一样东西我都会做，但是我是尽量将时间分配得好一点。即是说我做演员的时候呢，我就希望我尽量不会在那段时间我要拍我自己想拍的作品，即是做导演的时间。所以当我做导演的时候，我也都希望不要那么混淆，说在那个时候我又会做演员。亦都譬如说我要录歌或者我做 concert 的时候，我希望尽量啲时间唔好搭到咯，咁我就会全部嘅嘢我都希望我可以做咯。如果我真系做呢个 musical 啊《倩女幽魂》嘅话咧，我个角色一定会系做翻嗰个男主角，即系林采臣嗰个角色。咁但系而家只不过系一个好初步嘅构思，即系啱系到呢、這个开始写剧本嘅阶段。咁所以其實裏面有啲咩嘢會做嘅話咧，仲未係真真正正好明確嘅。到時再有啲消息，我就話俾你聽。跟緊啦！我哋喺边啊？翻咗香港。但原來見到人有嘢食咧，佢哋咁樣係一個鏡頭或者食，或者係一睇咧，就好似房咧，間等咧喺度作嘢咁。嚇？嗯。食唔食豬扒？豬扒？食唔食豬扒？豬扒。好啦好啦好啦。我綁一綁嘅啫，會唔會太低啊？依家？
뭐야? 你认为那个车中？大将，得噶。得噶。摆个，你讲完先，你讲完。讲完啦。咁咁嘅粒线咧，可以将佢成条数咧，一根就成条数。啊！我知啦。深刻，我成日感觉嗰个 vision 咧就系。我嚟都有。咁得，快啲快啲快啲，你唔得闲嘅咩？快啲啦，逐个影啦。睇下你，我阿玲先睇。呢个又张国荣嘅太太，佢同阿周生又叫张国荣，佢靓仔过我老公咁多。我要影，预备，我要影，系啊，我都影啦。我都唔知点样同你讲拜拜。初めて会った時みたいに。啊，班长，来啦！妈，东哥死我啦！收皮啊！收啊！通知声啊！我打我妈啊！系啊，好声。你坐，我成日打就系过嘅，喺度。唔系，我有件衫佢啊。
系啦，见多啲嘢，系可以见多啲。咁你揾佢，你揾我嚟做咩托啊？我话俾你听啊，男人个个一样嘅啫。今日撇你啊，听日已经揽过第二件啦。你对我一次嘅。系啊，冇事冇闪入嚟啦。我知屋企梗系有个靓女等紧你，你走出嚟避佢啫嘛。我真系唔信你冇为个女人啰啰挛啊！怪你个肥婆啊！一向大家都有默契嘅，下一道通知好热喎。咪住先，高 Sir， 你今日系咪真唔信我先？我知道好多日本嘅 fans 个个都好支持我喺演唱啊或者电影方面，咁啊尤其是两年前嚟过做咗啲演唱会都好成功啊。咁但係我因为而家今年呢就冇呢个打算，因为我真係要喺将来嗰几个月全职去做一个导演，希望做一个好导演之后，咁可能我仲会拍一部电影，但在当中呢我也会是录一只唱片。我希望如果我真的要做演唱会的话呢，我是出年会再回来日本做一次演唱会。到时希望在舞台上见到你们。
我今次真係好高興可以同日本嘅演員合作。其實唔係淨係單止一個日本演員咁簡單，而係我覺得大家都知道香港而家嘅電影咧係一個低潮嘅位裏邊。咁加入咗呢個合作嘅元素裏邊咧，我哋就會係有多啲嘅資金啦，可以拍多啲一啲導演希望拍嘅戲啦。咁所以我喺今次嘅接拍呢個中日合作嘅電影咧，我係非常咁支持嘅，因為我覺得係亦都有多咗機會俾香港嘅電影工作人員咧，係多啲嘅機會係可以係有機會可以係有就業嘅機會。咁同埋我自己本身亦都係好中意拍戲啦。咁我知道如果係再有機會能夠同日本或者任何國家的工作人員合作的話，都可以令到我其他的香港 的電影的工作人員有另外一次的工作的機會，所以我是一定會盡量拍一些戲，無論在幕前或者幕後，是盡量去令到這個影圈更加開始可以蓬勃起上來。Yeah.
心，压着我，穿透我，快要粉碎。我的爱，我的想，我的姐妹，不能进，不能退，不能随便。不是亲，不是爱，你的眼泪，一天天，一些些，我要崩溃。Oh my god， 可怜的人间啊，想用爱解决所谓的永远。你只会要我爱，一整天拼命猜，不够好，你不够坏，一辈子想不开。你不懂怎么爱，爱走得非常快，不必等不回来，爱根本不存在。你只会爱爱爱，一整天猜猜猜，不够好，你不够坏，一辈子想不开。你不懂爱爱爱，爱走得快快快，不必等不回来，爱不存在。Oh my god， 可怜的人间啊，想用爱解决所谓的永远。你只会爱爱爱，一整天猜猜猜。